出人被关在哪儿了？上尉，不知道。不要让我再问第二遍。站住！别上动啊！放开我！哎呦，哎，小心！
走。是是。说你受到惊吓，动了胎气，需要卧床休养一段时间。三天？那戏园子那边？放心，帮你搞了家。挺顺利的，谁知道贺迎中来这么快呀、啊？小海棠的名声越来越大，结交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，以后定然是贺兴州极大的助力。现在没除掉，以后就麻烦了。他一个戏子，哪有这么厉害？你呀，这脑袋什么时候能长气一点？上次赵正的事情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能耐。上次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气死老子！算了，既然这样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爹，怎么做？怎么休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人被关在哪儿？打开。马副司令，二少吩咐过，除了他和司令，其余人谁也不许见这批犯人。打开。打开！是。马司令，你们都出去。是。是。马司令，马司令，哎，快放了我们吧！废物，吴用这人就该去死。奉司令的命令，把这帮人犯的尸体放到城门处挂着，以儆效尤。是。二少，查出来了。放假消息和绑架小海棠果然是同一个人策划的。谁？是马副司令。应该是您上一次让马副司令在巡阅室那里吃了亏，就想要把这个面子挣回去。没那么简单。狱中人怎么样了？司令，司令，上次抓回来的犯人全部被马副司令击毙，挂在城墙上示众。是他的行事作风。人都死了，
这个也没用了。是，都怪我，没有派人看好他们。他既然敢去，必然是奉了老爷子的命令。没事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当务之急是，你得去帮我找副行头来。行头？枝头也低喧，只一滴泪没入瓶边。当风起花瓣摇落一枝，海棠却未结，镜中唇上胭脂点点。与故人一诺一生枷锁，心无助摩肩，隔着天山对望一眼。当回忆跌入梦魇，转醒你怀中安眠，惊醒几分美